硕的新剧谁呀、啊？我特别喜欢，对，就是一周一集，每剧都是一周一集。我还是，哎，我要说什么来着？容我想一下哦。你骗我，没有蝙蝠侠大战超人呐？怎么了，江爹？哇什么？说不定是超人赢了呢。啊，对，我想起来我要说什么了。我变美了，真的吗？我特别喜欢美国队长的那个扮演者，我觉得他演美国队长可好看呢，就是克里塞文斯。我知道李钟硕呀，看过他的电视剧啊。欢迎爱二玉，开心最重要，欢迎你，欢迎。蝙蝠侠是纯人类吗？可是美国队长也是个人类啊，他是因为被注入了那个什么什么素什么的那个。那个谁也是呀、啊，想一下，你走，你去哪里干嘛？还有什么来着？那个谁也是人类啊，钢铁侠也是人类啊，他是纯靠他那身护甲。刚查的蝙蝠侠1960就出来了，就是很快就出来了吗？别呀别呀，别走嘛，卡金嘛，走我一心痛的。哈喽有人。没有啊，我就没有什么可拜的呀，我就在家呀，我家人也都在家呀。绿巨人算是有超能力了吧，会变身。什么完全靠自身的很少吧，基本上不是被改造了就是什么的。说起来其实还是那个谁啦，美国队长啦，真的美国队长就是一个盾牌，他也不会飞，也没有什么可以发光波之类的。被几只蜘蛛咬了一下，对啊，蜘蛛侠就是。蝙蝠侠我没有看过，真的，我感觉蝙蝠侠他盾特别厉害，能抵挡很多的那个。而且他每次变身之后裤子都是那一条。家有剑吗？有他的剑。炫吧，根本停不下来。重点是历史上的。他真的是每天都是变了身之后都是那一条裤子。
看小鹿直播的给小鹿点个订阅哟。对啊，我说你就别走了呀，小软。我要不和大家聊天，大家又要潜水了。不点，为什么降低？不点会伤心的。你不点以后找不到我啦。谢谢你给我点个订阅，谢谢。对呀、啊，你进来我都知道。不要潜水了吗，江爹？你是在哪里渡劫了？我信啊，你这么说我就信了。静静的看我们聊，能听懂吗？我们聊这个，欢迎李先生，欢迎。我没有冷落你啊，你二房是哪里？走了，拜拜。你又回来了，去哪里了？六六六。于大大，你的正房是谁啊？刚撸了两把，撸的怎么样？输了还是赢了 ？Carry， 看样子是赢了是吗？那你趁现在赶紧出去买一根充电线啊，现在还没有关门。快去赶紧买一条，现在还没有关门，一会儿就都关门了，晚上就没法充电了。牛哥，去哪里？去哪里跑骚了 ？USB 充电线吧，它是线坏了吧？它应该是线坏了。对啊，就几个主播现在更新换代太多了。今天这个主播了，那个不主播了什么的。主播很少，哇塞，有人哥你还在呀、啊？我还以为你跑了，又跑骚了。风的风，没得跑，正好在这儿啊，来站嘛。Hello， 美 ，Hello， 雷瓜 ，Hello。你是来跑骚的，好啊，来跑骚吧。怎么了，有人？你为什么惊呆了，江爹？刷个屏，表示一下存在是吗？摸摸牛，这是你们的暗号吗？摸摸牛。牛哥，你什么时候会来西安呢、啊？你说谁？五贤哥来啦！五贤哥 ，hello， 约必须约呀！请你吃好吃的，真的请你吃好吃的。谁是君呐、啊？你是说江爹吗？